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准备上课吧。哎呦，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同学啊。因为我的课是连贯的，要是我不知道有些同学昨天要没听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今天听课的这个效率啊？因为昨天好像我记得是70几位同学，对吧？现在差不多有100位同学了。这个好吗？这个看看有些昨天没有听课的同学，今天的课能不能接上茬儿，对吧？因为我想我的课一直是前后呼应的，对吧？哦，看着回放，好，那好，向量里面啊，对大家来说还有最后一个难点啊，就是矩阵的值，对吧？这个所以下面呢，帮大家把矩阵的值啊，这个再好好的整理一下。这是咱们原来讲过的啊，大家快速的回忆一下，对吧？什么叫矩阵的值啊？大家回忆一下啊，因为矩阵的值啊，一直是咱们考研的重点，对吧？又是大家的难点，啊，矩阵的值，大家注意是用行列式定义的，啊，一个矩阵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行列式，一阶的、二阶的、三阶的，是吧？有很多的行列式，啊，这些行列式呢，有的是不是行列式的值得零，有的是不是行列式的值不得零，啊，什么叫矩阵的值？啊，它的定义是不是这个？啊，这个矩阵不得零的行列式，它最高是几阶？啊，这阶数是吧？矩阵的值，对吧？啊，你比方说，啊，我如果讲啊，矩阵 A 的值等于三，啊，是不是就意味着 A 矩阵啊不等于零的行列式，是不是最高是三阶？啊，
不等于零的行情是最高最高是三阶，是叫 G 乘 A 的值等于三。好，那么这句话呢，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翻译？啊，什么叫做啊不等于零的行情是啊最高是三阶？这是不是用两句话来描写？一方面，是不是 A 矩阵里面存在着三阶行情是不为零？啊，另外一方面呢，是每一个四阶的啊，如果有啊，如果有四阶行情是，四阶行情是呢必须全得零。啊，一方面有三阶的不为零，另外一方面，假如有四阶的，四阶的全得零，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矩阵啊不得零的行情是？是不是最高最高是不是叫三阶啊？最高最高三阶是不是叫矩阵 A 的值等于三，对吧？啊，抽象的，对吧？什么叫矩阵 A 的值等于 R？ 是不是 A 矩阵里面一方面存在着 R 阶行情是不为零啊？另外一方面，假如它还有 R 加一阶的啊，每一个或者说任意一个R 加一阶的行情是是不是全要得零？是不是要矩阵 A 的值等于 R， 对吧？啊，咱们前面啊，是不是给大家提醒过？啊，咱们要讲一个矩阵的值，是不是要用两句话来描写？我们呢，在考场上呢，如果考同学矩阵的值，我想命题老师一定给大家两个条件，对不对？啊，那这两条件啊，大家怎么用呢？啊，一定是用其中的一个条件来讲 A 的值大于几，用另外一个条件呢，是不是 A 的值小于几，啊，一个讲小一个讲大，最后一整合是不是一个等于，对不对？好啊，这俩条件有可能怎么设计啊？咱们前面跟大家打过交过的，是不是就用行列式啊？其中有一个是不是用行列式，对吧？啊，什么叫矩阵 A 的值大于等于二？是不是 A 里面是不是存在着二阶行情是不为零啊？如果存在着二阶行情是不为零，是吧？矩阵 A 的值就大于等于二，对吧？啊，什么叫矩阵 A 的值大于等于三？是不是这个矩阵里面存在着三阶行情是不为零，对不对？所以大家啊，要会用行列式的语言来讲矩阵的值是大。啊，当然啊，大家也要会怎么样用行列式的语言来讲 A 的值小，对不对？啊，什么叫 A 的值小于三啊？是不是叫三阶行情是全得零啊？三阶行情是如果全得零啊，那么四阶行情是呢，大家用展开公式今天变成四个三阶行情是加加减减啊啊，那么现在三阶行情是全得零的呀，所以大家要放心了啊。那么四阶的没跑，是不是一定也全得零了啊？所以这样一来啊，这个矩阵啊不得零的行情是三阶的全得零的呀啊，所以不得零的行情是充其量最高最高是不是只是二阶啊？那是不是叫 A 的值就小于三啊？啊，就这两句话啊，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体会啊，一定要注意体会啊，用行列式来讲 A 的值大，或者用行列式来讲 A 的值小，对不对？啊，一个矩阵啊，如果不是零矩阵了啊，是不是就意味着有小 a 小 a i 阶不得零，小 a 阶呢，是不是就是一阶行列式，对不对？是不是就一阶行列式啊？所以 A要不是零矩阵 ，A 的值是不是是大于等于一的，对吧？啊，我想这是咱们原来啊帮大家复习值的概念的时候啊提醒过大家啊这样一些信息啊，现在呢啊再重新的让大家回忆一下。现在啊，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要继续的帮大家往下整理了啊。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啊怎么求？矩阵的值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定理啊，是不是经过初等变换矩阵的值不变啊？所以大家呢做计算题的时候啊，不要忘掉这样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个
是不是就是如果 A 可逆，AB 的值是不是等于 B 的值，对不对？啊，这也是大家求值做计算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公式，对吧？好，我想下面呢，想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定理，在讲义的31页，讲义的31页，三值相等，矩阵的值就是列相等组的值，就是行相等组的值，我想把这个定理呢，用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不是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严格的证明。好，大家看啊，我写一个很简单的矩阵零比较多大家呢好用观察法来领会。好，咱们先来说矩阵的值。矩阵的值是不是讲的是行列式？好，大家来观察作为这个矩阵来说，是不是存在着二阶行列式不为零是不是存在着二阶行列式不为零，对不对？是不是存在着二阶行列式不为零？你比方说咱们把这个挑出来，对不对？第一行。第二行第一列、第三列，对吧？这个二阶行列式是不是得零的？而三阶行列式呢，得零，对不对？三阶行列式是不是得零？三阶行列式是不是全得零？所以作为这个矩阵不得零的行列式是不是最高最高是二阶的？是不是叫矩阵 A 的值等于二？这是叫值的概念，咱们讲的是行列式得不得零，对不对？好，下面大家来考察 A 矩阵的列向量组，作为 A 矩阵来说，现在是不是有四个列向量？是不是有四个列向量？好，现在大家把这俩向量挑出来。这俩向量坐标不成比例，线性无关，对不对？这俩是线性无关的，像它这个呢，是不是就线性相关了？因为有一个子集合相关啊，对不对？整体是不是一定相关？像它这个呢，这三个向量是不是一定相关了？最简单的理由。三个三阶向量，大家看行列式现在行列式是不是得零的，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向量是不是也相关了？他们俩无关，加上这个相关，加上这个是不是也相关？所以这俩向量是可以是A 的列向量组的极大关组，对不对？他们俩无关。加上阿尔法相关加上阿尔法四是不是也相关所以阿尔法一和阿尔法三是不是就是这个列向量组的极大关组极大关组里面有几个向量？是不是有两个向量？既然有两个向量，所以向量组的值是不是等于二？对不对？列向量组的值是不是就等于二？对不对？好。矩阵的值等于二，列向量组的值等于二，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个数值的大小一模一样，对不对？但是概念上是两回事儿，这边呢，是不是讲的是这些列向量的极大关组问题？而这儿呢，是不是讲的是行列式得不得零的问题？一个是行列式得不得零。一个是列向量组的极大关组，这是个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最后反映到数值上是不是一样的？列向量组的值和矩阵的值是不是那是一样的？好，大家再来看，现在 A 矩阵的行向量是谁？
那甚至 H 阵是不是有三个航向量？一二三，对不对？好，那么这俩航向量呢？啊，是不是坐标不成比例啊？是吧？这个航向量和这航向量，这俩航向量是不是坐标不成比例？是不是线性无关？啊，加上这个呢，是不是一定相关？这是零向量啊，对不对？啊，所以现在作为啊，矩阵 A 的航向量是不是有三个？啊，这俩是无关的，加上它是不是一定相关？所以这俩向量。是不是就是航向量组的极大关注，对不对？好，极端，啊，那么极端关注组里面有几个向量？是不是有两个向量？所以航向量组的值是不是就是二？对不对？好，大家看，这是讲的四维的航向量啊，这儿呢？是不是讲的是三维的列向量啊？这儿呢，是不是讲的是行列式啊？是不是三个啊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啊，它的数值是不是完全一样，是吧？所以呢，啊，这个定理大家以后呢要把它灵活运用，对不对？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咱们前面复习无关的证明题的时候啊，咱们怎么证？一个向量小组无关，是不是就通过矩阵帮忙，对不对？大家把矩阵的值，比如等于 S 给证出来，你把矩阵的值对 S 证出来，是不是得到的向量组的值是 S？所以这 S 个向量是不是就无关了，对不对？啊，咱们证无关的时候，是不是用的是矩阵的值，就是列向量组的值，对吧？而作为矩阵来说呢？是不是有很多值的公式啊？用矩阵值的公式帮忙，把矩阵的值求出来，是不是得到的向量组的值？是不是可以下结论啊？这向量小组是相关还是无关？对不对？啊，咱们后面啊要复习什么呢？要帮大家复习解方程组了啊！要解方程组啊，是不是要求矩阵的值啊？啊，那么怎么求矩阵的值呢？啊，那么大家别忘掉。啊，命题老师啊，除了行列式德伯定律之外，有可能给大家什么？是没有给的向量组的相关或者无关啊？大家通过向量组的相关或者无关，是不是得到向量组的值啊？那么向量组的值是不是演变成矩阵的值啊？这样的话，是不是把方程组把它给它把它的解是把它求出来啊？所以这个定理啊。大家在上面复习的时候注意领会，啊，它是两用的，对不对？它是两用的，啊，无关的证明题，啊，大家是从矩阵的值下手，啊，最后得到向量组，啊，是相关或者无关，啊，后面啊，咱们要解方程组的，啊，大概是由向量组的相关无关下手，啊，向量组的相关无关下手，啊，大家想办法得到矩阵的值。啊，最后把方程解把它给求出来，好吗？啊，这个定理非常有用啊！啊，大家复习的时候啊，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体会。好，那么在质这儿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定理，对吧？啊，这个大家现在就暂时看一下，好吗？就不往讲，不往后面翻了，对吧？就一个奇数方程组有美分定解，是吧？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矩阵 A 的值小于 n 啊，我想这个定理大家已经很熟了啊。下面这个结论啊，会不会有些同学理解上可能有偏差，对不对？啊，一个奇数方程组啊，有非定解啊，就一定有无穷多解啊。那么在这无穷多个解里面，线性无关的解向量一共有几个？n 减 a 的值这个定理的证明啊，大家别管，对不对啊？因为这个证明啊，就不是难就是啰嗦，对不对啊？所以证明大家不必管啊，但是这定理的结论大家必须啊要特别特别的清晰，
这是咱们大概年年考研大概回避不掉的一个定理就一个集方程组它有无穷多个解，无关的解向量一共有几个 n 简易的质。好，我想这是咱们在这个跟质相关的几件事情，对不对三质相等的问题，是吧？奇数方程组有几个无关解项的问题，是不是都是跟质关联在一起的？这也为咱们后面做质的题呢，是不是提供的方向？好吗？我想这两个现在给大家笼统的介绍一下。好，大家把讲义还要翻到前面应当是32页32页。32页。帮大家罗列的质的几个公式。这些公式呢大家把它背下来。这些公式要把它背下来。要会用这些公式来做题。第一个。是不是经过转制矩阵的质不变我想这个公式大家是不是好理解大家就用质的概念质是不是叫行列式德不德林对不对好那么 A 和 A 的转制它们的行列式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因为经过转制行列式的值不变所以这边如果 A 的行列式要是德林那么这边转制的行式一定得零这边 A 的行式不得零这边是不是一定是不得零的所以经过转制矩阵的质不变。好 ,KA 的质和 A 的质是不是一样的只要 K 不得零。我想这个的话大家仍然是用质的概念A 的行列式和 K 的行列式这两个行列式大小不一样，是不是相差一个 K 的多少多少次方，对不对？两边的行列式大小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东西一样，得不得零，对不对？A 的行列式如果这边得零了，你带上 K 的多少次方，是不是也一定是得零的？这边行列式不得零，带上 K 的多少次方是也一定是不得零的所以这俩值一定是相等的这俩值相等大家还要注意这个特殊的情况对不对负 A 的值是不是 A 的值也就 K 等于负一对不对A 减 E 的值是不是 E 减 E 的值这是不是相当于 K 是负一对不对？这个公式大家背下来没有？A 加 B 矩阵的质小于等于 A 的质加 B 的质。这个公式考过两次数一考过两次这两次都考砸锅了，不是考同学证明。这是考同学用这公式做题这就发现有些同学好像不知道这个公式A 加 B 矩阵的质小于等于 A 的质加 B 的质我想这个公式大家要知道要知道从咱们第一次课我是不是就提醒同学要把这个公式背下来对吧 AB 的质小于 A 的值，AB 的值小于 B 的值，对不对？特殊情况，如果 A 可逆的，AB 的值就是 B 的值，BA 的值就是 B 的值。这个公式一会儿呢帮大家证明一下因为这证明方法也是非常有用的不仅仅结论重要而且证明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一会儿给大家证一下。这个公式大家知道吗？
啊，这个公司知道不知道？是吧？A 的转至 A，矩阵的至就是矩阵 A 的至。啊，像12年二次行政的考题，啊，如果同学知道这个公式，啊，用这个公式搭把手，啊，那个计算就小，计算量就要小得多。啊，如果大家忘掉的这个公式，或者没有想到用这个公式帮忙，啊，那么12年那道考题啊，折腾起来啊，计算量就挺大的，对不对？啊，这个公式怎么证明啊？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下啊。啊，这个公式希望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公式要记住。好，咱们也是从第一次课开始，是不是给大家到了这个考点？AB 等于零啊，大家面对 AB 等于零，一定别忘掉两个做题的方向，一个是不是要确认 B 它的每一个列向量。就是奇数方程组 AX 等于零的解，啊，另外一个呢，是不是质的这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啊，一会儿也要给大家稍微的证一下，啊，AB 等于零是考研比较爱考的，对不对？啊，大家见到这个怎么下手做题？啊，我想就是两条路，一条路用方程组的解想法突破，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质的这个公式。啊，分号矩阵是不是这个公式？咱们后面啊，车轮值呢，a 和 b 相似的，是不是有这个公式？啊，引申一步，啊，是不是这个公式？啊，我想这个的话，咱们先预热一下，好吗？啊，等到复习到车轮值啊，咱们这儿呢啊，再详细的再来多说几句话。啊，我想这就是质里面啊几个比较有用的公式啊。啊，大家呢把它背下来啊，把它背下来。好，下面啊，是不是来帮大家复习这儿的证明了？啊，复习这儿的证明。啊，大家把讲义翻到78页啊，78页。怎么证这个公式？啊，这个公式的证明方法特别的多。我想我现在挑一个啊，就是咱们有些同学不习惯的啊，就是这个定理。啊，一个奇数方程组啊，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不是 n 减 a 的值？啊，我把奇数方程组。啊，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里面啊，这个 A 矩阵的质啊，这个信息把它给挖出来啊，把这个公式里面啊 A 矩阵的质的信息挖出来，咱们来推导啊，这个非常有用的公式。好，大家看啊，咱们怎么证？构造两个奇数方程组。啊，我想，复习到现在的啊，大家这俩方程组应当没事儿了吧，对不对？啊，咱们前面是不是一再提醒大家这两个方程组的内在的联系，对不对？啊，阿尔法如果是第二个方程组的解，也就是 B 阿尔法要得零啊，大家两边用 a 一乘呢，啊，B 阿尔法要得零的，两边用 a 一乘 AB 阿尔法。是不是肯定要得零？啊，B 阿尔法要得零，是保证的 AB 阿尔法是不是肯定要得零？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假如阿尔法是二的解，啊，那么阿尔法呢，是不是一定是一的解？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奇数方程组啊，它们的解集合是不是要占个示意图啊？对不对？啊，第二个方程组，它的解集合是不是一定是第一个方程组解集合的子集合，对吧？二的解啊，全是一的解啊，啊，所以这两个方程组啊，它的解集合是这样一个包含关系，对吧？好，下面大家来考察啊，
这个七次方程组解集合里面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啊，这个七次方程组解集合里面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不是啊？我要大家背的这个定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未知数的个数减去系数中的值？啊，未知数的个数减去系数中的值，对不对？好，大家来看。那现在 B 呢是 n 乘 s 的矩阵啊，啊，所以 bx 等于0呢，啊，作为 bx 等于0啊，这个其实我们来说，它是应当有 n 个方程是不是 s 个未知数啊，既然 s 个未知数，所以它的解集合里面一共有几个解向量是线性无关的，是不是未知数的个数 s 是不是减去系数中的值，对不对啊？大家呢就背啊这个定理啊，一个奇数方程组解集合里面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不是未知数的个数减系数中的值啊？所以啊 ，bx 等于零啊，这个奇数方程组解集合里面无关解向的个数是吧 ？s 减去矩阵 b 的值，对不对？啊，是吧 ？s 减去矩阵 b 的，好，下面大家来观察这个奇数方程组啊，它的解集合里面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啊？大家要用的是不是仍然是未知数的个数减去系数中的值？好，大家来观察一下这个奇数方程组的尺寸，对不对？啊 ，a 是 m 乘的 ，b 是 n 乘 s 的，所以 a 乘 b 呢？啊 ，a 乘 b 甚至 m 乘 s， 对不对？啊，所以 abx 等于零啊，这个奇数方程组，它是不是 m 个方程啊？是不是 s 个未知数？啊，既然是 s 未知数啊，它的解集合里面有几个解向量无关呢？是不是 s 减去系数中的值，对不对？所以这个奇数方程组啊，解集合里面啊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不是 s 减去系数中的值，对不对？左边是谁啊？左边是这个奇数方程组解集合里面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啊？右边呢，是不是这个方程组的解集合里面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啊？这个是它的子集合呀啊，所以这个子集合如果有五个解向量无关啊，整体呢是最小最小的有五个啊，子集合如果有六个解向量无关啊，整体呢是最小最小的有六个啊，所以子集合有几个向量无关，是不是要小于等于整体？好，把 S 去掉，一一项，是不是正确的这样一个结论？是吧 ？AB 的值是不是小于等于 B 的值？那这个证明是不是巧妙的怎么样用了这个定理帮忙啊？奇数方程组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用这个定理帮忙，对不对？是不是就得到了啊 ？AB 的值一定是小于等于 B 的值。好，下面呢，咱们还得证什么？是不是还得证啊 ？AB 的值啊小于等于 A 的值，对吧？咱们刚刚是不是证了 AB 的值小于 B 的值了？现在是不是要证 AB 的值小于 A 的值？啊，咱们怎么证这个结论呢？啊，要证这个结论，我想现在又有一个窍门啊，这窍门是什么？用它打把手，对不对？经过转制，制不变了啊！大家用这个公式打一把手，大家来看一下。
AB 和 AB 转制啊，质是非常是一样的，对不对啊？经过转制，矩阵的质不变。好，大家下面这儿打开括弧啊，根据转制的法则，是不是这个，对不对？好，现在大家注意，咱们刚整完的结论 ，AB 的质是不是小于等于 B 的质，对不对？啊，大家把这个读成 A 呀，把这读成 B 呀，这是 AB 的质了啊。AB 的质是不是小于等于 B 的质，对不对？对吧？大家用咱们刚整完的结论啊，AB 的质小于 B 的质啊。现在把刚整完的结论用到这儿，大家把这个读成 A 呀，把这读成 B 呀啊。AB 的质是不是小于等于 B 的质？而这个呢，是不是也矩阵 A 的值啊？所以咱们是不是也证出来了 AB 的值是不是小于等于 A 的值啊？AB 的值小于 B 的值，AB 的值是不是小于等于 A 的值？好，啊，这个公式证完了啊，这个公式证完了，对吧？啊，这个公式怎么证明的？啊？两个局部啊，都采用的什么对策啊？我想大家这个呢，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啊，体会一下，对不对？下面咱们加条件，A 可逆，AB 的质等于 B 的质啊，这个结论怎么证？啊，这个结论怎么证？啊，现在增加一个条件啊，增加的 A 可逆的条件，对不对？好，大家看啊，多的一个条件以后，咱们怎么来证 AB 的质一定等于 B 的质呢？用已经证完的结论，AB 的质是不是小于 B 的质？啊，AB 的质是不是小于 B 的质？好。填单倍矩阵，啊，把单倍矩阵恨得变形，它怎么变？A 可逆啊，啊，现在多这个已知条件啊，对不对？大家把单倍矩阵呢，是变成 A 逆 A，啊，大家把单倍矩阵变成 A 逆 O，啊，大家这么多，大家看我这儿，啊，大家把这个矩阵读成 A。把这个矩阵读成 B，这是不是 A 乘 B 的值了？啊，咱们用证完的结论，A 乘 B 的值是不是小于等于 B 的值？啊，大家这听懂没有？啊，我把这个矩阵读成 A，我把这个矩阵读成 B，啊，把这个矩阵读成 B，是不是 A 乘 B 了？啊，A。乘 b 的值是不是小于等于 b 的值？啊，这就是人们昨天啊复习向量组质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打过的招呼，对不对？啊，质啊，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啊？大家看啊，这是不是相当是 x 啊？对不对？这是不是相当 y 呀？是吧？这是不是相当 z 呀？啊，这是不是相当 t 呀？啊，这是不是就是 x？对不对？啊，大家现在呢，利用质的关系啊，是不是推导出啊这样一个不等式？两头都一样啊，啊，既然两头都一样，所以说中间呢是必须读的是等号的吧？所以 x 和 y 呢，是不是肯定要相等？对不对？对不对？啊？这叫相当 x 啊，啊，这就是 x 啊，所以这是必须得是等号啊。因此啊，在 a 可逆的时候，ab 的值是不是等于啊 b 的值的啊？
这个公式三个局部每个局部咱们怎么处理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好吗？这个公式正完了下面咱们再来叨唠叨唠 a 乘 b 等于零，实际上就是咱们讲义上的例题 3.22 对吧 ？ab 等于零，大家给 b 矩阵按列分块，对不对？b 是 n 乘 s 的矩阵，按列分块是分成的 s 块，对不对？咱们给它个代号贝塔一、贝塔、贝塔 s。大家给 B 矩阵按列分块之后，下面呢，大家做分块矩阵乘法，是不是 A 贝塔一、A 贝塔、A 贝塔 s？ 大家对矩阵 B 做的分块矩阵处理以后，大家再来处理等号右边的零矩阵，是不是把零矩阵也给它按列分块？A 乘 B 是不是 M 乘 S？ 对不对？所以这零矩阵呢？是吧？M 乘 S，M 乘 S 大家给它按列分块，是不是分成 S 块？它们俩相等啊，第一块等于第一块，第二块等于第二块，DS 块是不是等于 DS 块？大家一写出来，是不是这样一个等式？大家把这个等式和其次方程做挂钩，对不对？贝塔一是不是就是 x 啊？贝塔二是不是就是 x 啊？贝塔 s 是不是就是 x 啊？对不对？所以大家面对 ab 等于零，是不是咱们前面一再提醒大家的一个知识点大家意识到矩阵 b 它的每一个列向量是不是都是其次方程组 ax 等于零的解a 乘 b 等于零了，对吧？所以矩阵 b 的每一个列向量是不是都是其次方程组 ax 等于零的解，对不对？大家再用咱们刚刚提醒大家的这个定理一个其次方程组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吧？n 减 a 的值，是吧？一个其次方程组这个定理大家必须记住这个必须要记住，对不对？证明大家别管，对不对？一个其次方程组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吧？n 减 a 的值，对不对？n 减 a 的值要是等于三，是不是说明其次方程组是不是有三个无关的解？n 减 a 的值要是等于四，是不是意味着其次方程组是不是有四个无关的解？这定理是不是这样个意思？贝塔是不是应当是其次方程解，对不对？贝塔一、贝塔、贝塔 s 是不是都应当是其次方程解？那么作为其次方程来说，是不是应当有无穷多个解？而贝塔呢，是不是只指仅仅是其中的 s 个？是不是仅仅是其中 s 个？所以贝塔。是不是一定是其次方程组解集合的一个子集合，对不对？它是不是一定是它的子集合？假如我问同学我说贝塔里面一共有几个解向量是无关的，对吧？贝塔里面一共有几个解向量无关的，大家要求什么？大家要求的是贝塔的值，对不对？如果大家一求，贝塔的值等于二，是不是就意味着贝塔里面是不是有两个解向量无关？一求贝塔的值贝塔的值如果等于三，是不是就意味着贝塔里面是不是有三个解向量无关的？所以我如果问同学，我说贝塔里面一共有几个解向量无关的，大家要做的功课是不是就来求贝塔的值，对不对？我问同学，我说这个其次方程组它的解集合一共有几个无关的解向量？是不是这个定理？
是不是 n 减一的值，对不对？左边是谁？左边是个讲的是这个解集合里面一共有几个解项呢？是无关的。右边呢，是不是讲的是作为这个七次方程组整个的解集合啊，一共有几个解项呢？无关的，对不对？好，那么子集合有几个解项无关？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小于等于整体有几个无关？啊，老有同学在这儿卡下课啊，老有同学在这儿下课啊，大家不要忘掉啊，贝塔一、贝塔二、贝塔 S 是不是只是矩阵 B 的几啊列向量，对不对？啊，它只是什么？是不是只是七次方程组的 S 个解？啊，只是 S 个解啊，它并不是七次方程所有的解，对不对？啊，所以我问同学啊，贝塔里面啊有几个解项的无关？啊，大家要求的是不是贝塔的值？啊，而作为七次方程组啊，一共有几项无关？是咱们刚刚的定理，是不是这个定理？啊，是不是这个定理？啊，七次方程组一共有几个关的解项啊？是不是这个 n 减一的值？对不对？啊，这样一来，对不对？子集合有几个项的无关？是不是小于等于整体？最后一步，啊，贝塔是不是叫矩阵 B 的列向量？啊，向量组的值是不是叫矩阵的值啊？所以这个。是不是矩阵 B 的值？大家一项呢，是有的这个啊，一再要大家背的公式。这个啊，是解，它不可能是所有的解，对不对？因为这方程组是不是有无穷多个解？啊，这是有无穷多个解啊。啊，这只是 S 个解啊，对不对？啊，它只是有限个解，这边是无穷多个解啊，对不对？啊，所以一定是小于等于的关系，对吧？好，这个公式给大家证完了啊。啊 ，AB 等于零啊，大家以后做题啊，就是从两个地方下手，一个贝塔是集团的解，对不对？大家也想到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质的公式，对不对？你比方说啊，以后可以给大家出一道题啊，啊，要大家求矩阵 B， 啊，我如果出一道题，要大家求矩阵 B， 是不是要大家求谁？是把大家求 AX 等于0的解，啊，你把 AX 等于0的解求出来，是不是来构造咱们所需要的矩阵 B， 对不对？啊，要大家求矩阵 B。大家应当想到就是要我求什么，是不是我求七次方程组的解，我把其中的解求出来，是不是构造成我所需要的矩阵 B 啊？希望大家注意这个考点啊，希望大家注意这个考点啊，见到 AB 等于0了，那大家的做题的思路啊，大概就这么两个，一个贝塔应当是解，另外一个就是质的公式啊，就是质的公式。好，啊，79页，啊，大家来看一下18年的这道题，啊，这道题考的是比较太惨了，对不对？数一、数二、数三，啊，几乎全军覆没呀，对不对？你看难度系数 0.1 啊，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这道题啊，那 A 和 B 啊都是 n 阶矩阵，是吧？现在给到这样四个选项，啊，四选一，说明什么？
这里面是不是有三个是错的？对不对？一个是正确的，对不对？啊，大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设想，对吧？为什么会错三个？那为什么会错三个？啊，大家设想一下，如果 A 矩阵和 B 矩阵都是可逆的，啊，A 是可逆的，B 是个 A 乘 B 是表示可逆的，啊，这也可逆，这也可逆，大家想啊，那么这边这个矩阵的值呢，是不是是 n 啊？啊，A 的值等于 n 啊？啊，所以 A 和 B 如果都可逆啊，这个式子没毛病，对不对？啊，同理啊，啊，A 和 B 如果都是可逆的，啊，这是可逆的，这是可逆的，所以这边矩阵的值是不是是 n？啊，这边的值是 n，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没毛病的，对不对？A 和 B 如果都是可逆的，啊，大家这个矩阵的值等于 n。这矩阵等于 n，所以拼起来是不是值一定是等于 n？啊，这个等于 n，这个等于最大值是不是等于 n？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没毛病的？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啊，这道考题啊，如果 A 和 B 啊都是可逆的，啊，这四个全对，而现在一下子错了三个，说明问题在哪儿？这个问题就是 A 和 B 啊不是可逆矩阵，啊 A 和 B 啊不是可逆矩阵，这里面就有三个是有问题的，啊如果大家有了这样的分析，啊大家能不能啊用二阶矩阵来构思，这里面哪一个肯定错？这个大家能不能编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A 和 B 都是不可逆的，对不对？大家在这儿来做文章，对不对？啊，大家看，是不是编这个 A，编这个 B？对不对？好，矩阵 A 的值是不是等于一？矩阵 B 的值是不是等于一？啊，A 的值等于一，啊，B 的等于一，所以它的最大值是不是是一？但是你把 A 和 B 拼起来以后的矩阵呢？啊，A 和 B 拼起来以后的矩阵呢？是不是这个矩阵？啊，这个矩阵的值是不是等于二了？对不对？所以啊。大家在不可逆这儿啊，要是能够想到这么简单的例子，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把啊 C 选项把它给否决了？好，我想这个例子实际上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大家在这儿举好了，对不对？啊，A 和 B 拼起来是不是这个矩阵？啊，A 和 B 拼起来是这个，它的值要等于二。A 的转置，B 的转置呢？A 的转置还是它自己，B 的转置呢？一是不是折到上面去了？所以 A 的转置，B 的转置，大家拼起来的矩阵，是不是这个矩阵？啊，等于一啊，对不对？啊，A 和 B 拼起来的矩阵的值等于二啊，啊，它们俩不相等了吧？对不对？啊，所以 D 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啊，所以像这道考题啊，啊，如果大家想到的是不可逆这儿啊，可逆不可逆这儿出问题，对不对？啊，大家用不可逆矩阵来构造反例的话，我想 C 和 D 啊，是不是容易想到它是不正确的，对不对？错误的。啊，这样一来，啊，A 和 B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是错误的？啊，哪一个是错误的？
那我这就是我前面咱们在讲那个分块矩阵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那 AB 大家怎么看？那 A 乘 B 怎么看？作为 A 乘 B 的矩阵，大家从矩阵的值就向量组的值那么 AB 的矩阵如果大家以 A 矩阵为主，以 A 矩阵为主，你把右边这个矩阵想象成是初等矩阵，初等矩阵如果在右边得到的是不是就是列变换？所以大家见到这个能不能想到它实际上是代表的是 A 的列向量？这个是不是代表的是 A 的列向量？而这个呢，大家以这个矩阵 B 为主那么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初等矩阵那么初等矩阵是不是在右边所以这个呢，是不是代表的应该是 B 的列向量？就咱们前面分块矩阵的时候我讲的这个不知道大家当时是不是多理解了？没有理解，现在通过这道题，大家再来琢磨。这个实际上代表的是 A 的列向量，而这个呢，是不是代表的是 B 的列向量？这是 B 的列向量，这是 A 的列向量，这是 B 的列向量，这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B 的列向量不见得能用 A 的列向量表述吧？所以这实际上是错的。这是 A 的列向，这是 A 的列向量，这也是 A 的列向量，是 A 的列向量，所以 A 应当是正确的。好，这是这个观念下面呢给大家打个草稿大家把咱们前面分块矩阵的讲的东西，大家在这回忆一下。A 乘 B，别咱们给这个代号叫做 C 矩阵，对不对？下面大家给 A 矩阵和 C 矩阵都给它按列分块，A 矩阵按列分块，C 矩阵给它按列分块。下面大家做分块矩阵乘法，阿尔法乘上第一列是不是等于伽马一？阿尔法乘上第二列是不是等于伽马二？阿尔法乘上第三列是不是等于伽马三？大家一做分块矩阵乘法，是不是得到这样的结果？伽马是不是就是 A 的列向量？阿尔法一二三是不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伽马是不是就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好，大家要这地方没问题是吧？伽马是不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所以 A 乘 AB 是不是阿尔法和伽马？对不对？这些伽马呢，是不是就是 A 的列向量？它是不是由 A 的列向量先行表出的？既然这些向量可以用阿尔法先行表出，这些向量可以用阿尔法先行表出，如果大家啰嗦一点大家想，你是不是可以把做列变换，怎么求值求矩阵的值对不对？列变换、行变换都可以对不对？所以大家想一下，你把第一列的负的 b 一倍加过来，第二列的负的 b 二一倍加过来，第三列的负的 b 三倍加过来，是不是就能把伽马一变成零？大家这听懂了吗？对不对？咱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吧，比方说伽马一是我瞎说比如伽马一是阿尔法一加三倍阿尔法二是不是加五倍阿尔法三一三五咱们好记一点，对不对？伽马一如果是阿尔法一加三倍阿尔法二加五倍阿尔法三，所以大家想，我把第一列的负一倍
第二列的负三倍，啊，第三列的负五倍一加，伽马系数就变成零了，对不对？啊，因为这的伽马是不是一定能阿尔法表出的？啊，就大家一做裂变换，是不是这一定能把它变成零啊？啊，所以啊，这个矩阵的值呢，是不是就是阿尔法的值？啊，是不是阿尔法的值？啊，大家从变换的角度，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对不对？啊，咱如果换一个角度呢？啊，因为它可以它表出啊，啊，它可以它表出啊，所以这个向量小组的极端分组是不是它自己呀、啊？是不是阿尔法的？因为每一个伽马是不是阿尔法表出啊？啊，所以阿尔法的极端分组是不是也是整个向量小组的极端分组？对不对？好，这个呢，是不是就矩阵 A 呀？啊，所以 A 和 AB 拼起来矩阵的值是不是叫 A 矩阵的值？啊，我想大家最好用我刚刚这个解释，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不是代表的是 A 的列向量？这是不是代表 A 的列向量？啊，那么它是不是一定能用 A 的列向量表出？啊，所以啊，这个向量组的值就是它的值，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我就不给大家打草稿了啊。啊，这个的话，这个代表的是不是应当是 B 的列向量？这代表着 B 的列向量，这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啊，B 的列向量不一定是不是能用 A 的列向量表出啊。所以这个矩阵的值呢？是不是应当是大于等于矩阵 A 的值的？好吗？啊，我也是不是一个类似的写法啊？咱们原来讲过，对吧？我想这就不给大家再打草稿了。啊，大家呢，我再给大家用一个数字型的矩阵，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来看一眼，对不对？A 是这个。啊，A 是这个，B 是这个，啊，大家看，B 乘 A 是不是这个？啊，B 乘 A 是不是得这个矩阵？啊，A 和 BA 拼起来是不是是这个矩阵？啊，这边是谁？啊，这边得到的是不是 B 的列向量？对不对？这是 B 的列向量，对不对？这边是 B 的列向量，而这边呢是不是 A 的列向量？啊，A 的列是不是1000啊？对不对？这是不是 A 的列向量？啊，这个01呢，是不是 B 的列向量？啊，B 的列向量不一定能用 A 的列向量表出啊，所以这边的值是不是大于 A 的值了？对不对？所以它是不相等的。啊，这道题啊，啊，大家好好的体会一下啊，然后是不是21年的？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是吧？是不是还有一道质的题，是不是也考得非常不好？质的话一直是大家的难点，是吧？所以我想质的题呢，大家一定自己多看2回，是吧？多体会体会，好不好？这个把它呢搞得更清楚一些。好，这道题咱们就这道考题就讲到这儿啊。杠吧，这个因为下面还是有点逻辑关系在里面，咱们休息5分钟好吗？时间有点紧啊，休息5分钟。咱们接着再讲这道考题。大家稍微活动一下啊，稍微活动一下。
好，大家先看这个，我在网上推啊，先把这个看一下，我在网上推。都回来了吧，咱们接着上课啊。都回来了吧？好，啊，咱们接着啊。刚刚有同学问啊，BA 为什么是 B 的列向量？我想你就这样照猫画虎就完了，对不对？啊，A 乘 B 啊等于 C，对不对？啊，这个伽马是谁啊？啊，伽马实际上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啊，伽马实际上是 A 的列向量，对不对？啊，那么现在你要是 BA 的话呢？
对不对？你想啊，伽马实际上是 A 的列向量啊，所以这个伽马呢，甚至是 B 的列向量，对不对？啊，因为咱们刚刚这个，刚刚的这个，对不对？伽马是不是 A 的列向量？伽马是不是 A 的列向量表述的？所以你照猫画虎，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个叫做伽马这个伽马实际上是 B 的列向量，所以这个代表的是 B 的列向量。好，这个73页啊，73页，咱们这道题上回讲过，对不对？当时讲的话，是不是用这儿的概念讲的，对不对？能不能表出是不是叫方程组，有没有解？让大家通过解方程组，是吧，把这道题做出来。当时我跟大家讲，对吧？我说这道题这么做，大家好理解，但是计算量太大，对不对？当年这道题另外一个标准答案是不是就是用质？现在呢，大家看一下73页啊，我来讲第一个方法。大家看，一能够用二表出一能二表出，是不是咱们前面复习过的定理所以阿尔法的值呢？一能够用二表出，那么 e 的值是不是小于等于2的值，对不对？大家现在有第一个已知条件，一由二表出，是不是得到一个值的信息？下面还有第二条件，二不能用一表出，二不能用一表出在值这儿有什么消息？一能用二表出，一的值是小于二的值的，对不对？如果一不能二表出，值这儿有什么消息？大家注意，一不能二表出，质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千万不要有错觉一不能二表出，这俩质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看。一不能二表出，他们俩的值是不是相等？他们俩的值是不是相等？一不能二表出，他们俩的值是不是可以相等？对不对？好，一不能二表出，一的值呢？是不是要小于二的值，对不对？e 的值，是不是要小于二的值，对不对？好，我如果把这个读成一呢，我把这个读成二呢，我就少写俩字儿，对不对？我把这个读成一，把这个读成二呢，那么 e 的值是不是大于二的值，对不对？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一如果不能二表出。他们的值可能相等，可能小于，可能大于，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都有可能发生，大家这点注意可千万不要有错觉，对不对？一
能二表说一的质是小于二的质的，对不对？一不能二表说质，什么消息都没有，相等小于大于都有可能发生，这个都有可能发生，对不对？啊，这点啊，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但是这道考题呢，大家注意啊，它是两个同时的，对不对？它是个两个同时的，一可以二表出，同时二不能一表出，那么这个不能表出跟这个能表出揉到一起，应当一个质的一个准确的消息，这准确的消息是什么？准确的消息。在这压制下面，这个压制下面，对吧？好，那么现在大家注意一下这道考题呢，这个评分标准的难点就是这个大家把这两句话捏合在一起，对吧？一可二表出，二不能表出，大家把这两项联系在一起，竟然有一个质的准确的消息，就是一的质。一定是严格小于二的质，一的质一定是严格小于二的质，为什么？我想，咱们讲义上有一道题啊，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来解释就是应当是，我看这个3.2077页77页的3.20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讲这件事情。就大家注意一下咱们前面是不是讲过这个？一和二相等组等价，是不是质相等？对不对？但是质相等是不一定是等价的，等价一定是质相等但是质相等是不一定是等价的，这个咱们前面给大家解释过了。好，那么现在。对不对？大家怎么判断两个相等就等价呢？我想在这个质相等的前提下，大家再增加一个信息，就可以判断等价了。怎么增加信息呢？我想大家注意两条，一条，一的质等于二的质，等于一和二拼起来的相等组的质。如果这三个质是相等的，相等数是等价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大家添加一个一，能够二表出，一能二表出，而且一和二的质相等，也可以得到这两个相等小组是等价的。现在没有时间给大家解释这儿的理由，对吧？这个就是实际上就咱们讲义上的3.20是那道题这就3.20就大家怎么判断两个相等小组等价只有质相等，不能说等价，对不对？还要再补充大家或者补充一个一和二拼起来的相等组的质和它相等。对不对？或者呢，大家有一个线性表出，一能二线性表出，大家这两个只要增加这个条件或者增加这个条件，就是下结论一和二这俩相等小组是等价的。好，现在这道考题的标准答案实际上是用的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用的是这件事情，因为考题怎么说的？阿尔法是不是能用贝塔表出了？阿尔法你用贝塔表出的，所以阿尔法的质呢，是不是要小于你贝塔的质？这是咱们熟悉的定理。
大家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俩智相等，啊，如果他们俩的智有相等，啊，如果他们俩的智有相等，阿尔法又能用贝塔表出，是不是就是我给大家补充的这件事情啊？就咱们讲义上的3.20这道题，啊，一零二表出，如果智相等，相等组是不是要等价？而现在呢，啊，这两个相等消息是不等价的呀。啊，所以啊，这个智呢，啊，不能是等号，啊，不能是等号，是不是只能是严格的小于号？哎，同学讲的好啊，就排除这儿的等号，啊，排除这儿的同学讲的很好，对不对？把这等号把它给排除掉，因为这等号要成立，啊，两个相等是等价的，而现在考题的要求，贝塔是不能阿尔法表出的。啊，所以这两个相等是不等价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把等号一排除，是不是严格的小于号？而贝塔是三个向量啊，啊，所以贝塔的值呢，是不是要小于0.3？啊，这样一来，阿尔法的值是不是要严格小于三？啊，我想这个评分标准啊，对大家来说难点可能就这儿。如果大家啊，通过能表出、不能表出有的质的这个准确消息，啊，下面基本上马上就可以做出答案来了，对不对？阿尔法的质小于三啊，是不是就意味着阿尔法一二三必须是线性相关的？啊，阿尔法必须是线性相关的，那么行列式呢，是不是要得零？行列式得零，大家一算，小于是不是有两种可能？这个可能是一。是不是可能是负二？好，大家再分情况来讨论，一对不对？负二对不对？是不是再分别来讨论？好，大家想，当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当小于等于一的时候。阿尔法一、阿尔法二、阿尔法三、贝塔一，是不是就是一，对不对？啊，当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有这样个信息？啊，这是不是有这样个信息？啊，那么这是不是就叫阿尔法？是不是能用贝塔表出？啊，阿尔法是不是能用贝塔表出？对不对？而当小于等于一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贝塔二呢？负二一四，阿尔法一、阿尔法二、阿尔法三，是不是就是一啊？所以阿尔法一加加减减，是不是一定是一的倍数？不可能是负二一四吧？啊，是不是就意味着当小于等于一的时候贝塔二是不能由阿尔法表出的，有一个贝塔不能表出了，是不是这小组不能表出？因此。小于等于一的时候，阿尔法能用贝塔表出，贝塔不能阿尔法表出，所以小于等于一是这道题的一个答案，对不对？啊，这个答案做完了，是不是还来分析这个答案？小于等于负二的时候，符合不符合考题的要求啊？就在这下面怎么判断呢？大家把小于等于负二带进去。负二带进去，负二带进去，对，大家构造两个矩阵，大家构造俩矩阵，对于这俩矩阵，大家看见什么了？行列式得零吧？对不对？都加上去，对不对？两行相同，是不是行列式得零？对不对？这个行列式不得零吧？对不对？这个行列式不得零吧？对不对？所以大家看见什么了？当小于等于负二的时候，这俩矩阵的值是不是都等于二啊？这俩矩阵的值都等于二。出问题没有？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对吧？因为咱们这道题，咱们刚刚强调的什么？啊，阿尔法的值必须严格小于贝塔的值啊，这阿尔法的值必须严格小于贝塔的值啊。而现在呢，小于等于负二的时候，这俩值相等的呀，啊，这俩值相等，不符合啊阿尔法的值严格小于贝塔值的要求，所以小于等于负二啊，是把它舍去。相对于负二要把它舍去，是不是就剩下一个小于等于一？啊，这道题我这么讲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都听懂了？啊，这道考题啊，大家这么做，计算量相对来说少得多得多。但是这道题难点是不是就难在这儿？啊，大家有一个能表出，一个不能表出，能不能想到是一个质的？严格的小于号，啊，能不能想到这步？如果想到的这步，下面你脑门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好，这道题我想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我想对咱们大家来说啊，最困难的时间应当熬过去了，对吧？向量啊是多数同学比较困难的，对吧？这些内容啊，大家呢要好好的整理一下，对吧？好好的整理一下，啊，相关无关。计算题怎么做？选择题、证明题怎么做？啊，线性表述，计算题怎么做？啊，选择题、证明题怎么做？对不对？它有呢，就是两个质，对吧？向量组的质，矩阵的质，对不对？啊，这些都是啊，咱们代数里面逻辑推理要求特别高的啊，大家呢复习的时候啊，一定注意把它好好的整理好，好吗？好，这个啊，咱们向量啊就告一个段落啊。下面呢，应当是相对来说轻松，对吧？帮大家复习方程组啊，复习方程组，我想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大家别答疑，是吧？方程组啊，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刁难大家的题啊，但是计算要特别小心，对不对？你加减消减，错一个正负号，错一系数，这道题就全部垮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复习的一定别答疑啊，一定别答疑啊，方程组这儿。啊，是不是两种考题？有方程组的，给大家方程组的，是不是叫加减消减？啊，注意只能行变换，对不对？啊，加减消减，大家做统解变形，把方程解求出来。啊，给大家方程组的，大概你们都会有参数，对不对？啊，怎么讨论参数，对不对？啊，怎么研究方程的解，这是大家复习的要防的。那第二种题呢，是没有方程组，给大家抽象的方程组，啊，给大家抽象的方程组，大家别忘掉，就一定考大家什么，一定考大家质，啊，一定把质求出来，啊，你把质求出来，是不是就搞清解的结构？然后呢，是不是用推理的方法，把方程的解把它给分析出来，啊，分析出来以后，是不是得到整个方程的解？啊，我想方程组啊，是不是就这两种考题？有方程组的就加减消减，对不对？别忘了只能行变换啊，绝对啊不能有列变换，对不对？我记得前些日子对吧？同学就发的一张他怎么做的啊解方程组的，我就没看懂他怎么做的变换，后来一问他，我才发现做的列变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啊，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千万别错，啊，解方程组是不是只能行变换？啊，带有参数怎么加减消减？啊，带有参数怎么讨论？这是大家复习的时候要注意的。啊，抽象的方程组别忘了就是质啊，就咱们前面提醒的啊，一定是两个条件，把质求出来，说清楚，然后呢，根据质大家研究解的结构啊，然后把。方程组的解，把它给交代清楚，好吗？好，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啊，关于奇数方程组啊，
我希望大家就抓住两件事情，一个啊，就咱们前面已经跟大家打招呼的这个定理，n 减 a 的值啊，这个定理。另外一个就是基础解析啊，大家一定把这个最关键的两个知识点把它复习好，对吧？好，咱们下面呢就先来复习这啊，先来复习这。啊，91页啊，作为奇数方程组，对不对？啊，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奇数方程组，x 一得零，x 二得零，x 三得零，是不是一定是满足每一个方程？啊，所以任何一个奇数方程组，是不是肯定都有这个零解？啊，每一个奇数方程组啊，最少是不是有这么个零解？啊，所以呢，面对奇数方程组，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啊，奇数方程组除了零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啊，如果有其他的解，是不是就叫非零解了？啊，这个是不是大家最熟的定理？那咱们讲义上的定理4.3，啊，奇数方程组有非零解，重要条件是不是质小于 n，n 是谁？n 是不是未知数的个数？是不是未知数的个数？对不对？好，a 矩阵有几列啊？是不是有 n 列啊？a 矩阵是不是有 n 个未知数啊？是不是就应当有 n 列啊？对不对？啊，那么大家再用三质相等的定理啊，a 矩阵的质小于 n，是不是列向量组的质小于 n？n 个列向量质小于 n，所以列向量是不是一定是相关的？对不对？行向量不知道啊，行向量相关无关不知道。啊，虽然行质等于列质，但是行向量的个数跟列向量的个数的，它可以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行向量相关无关不知道，啊，但是列向量是不是一定是相关的，对不对？啊，这是大家很熟的一个定理。另外呢，大家不要忘掉咱们一开始复习过的啊，奇数方程的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叫克拉玛法则。啊，n 个方程，n 个未知数的奇数方程组有没有非零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奇数方程组，如果它是方程小，未知数多，是不是一定有非零解？啊，这是不是大家判断奇数方程组有没有非零解的一些手段？好，讲义上的定理4.6，啊，a 它如果是奇数方程解。啊，它们的线性组合是不是一定它是奇数方程解，对吧？好，讲义上的定理4.4，啊，这定理啊，咱们千万别忘掉。啊，一个奇数方程组如果有非零解，是不是就一定有无穷多解？啊，那么在这无穷多个解里面，无关的解项呢有几个？n 减 a 的值。那 n 减 a 的值，那 n 减 a 的值要是等于三，是不是说明奇数方程组是不是应当有三无穷多解？那 n 减 a 的值等于二，是不是说明奇数方程组是不是有两无穷多解？啊，这个定理大家必须记住，而且要把它用的特别的活，对不对？好，奇数方程组啊有无穷多个解啊，啊，大家怎么把这无穷多个解一个不落的全求出来？是不是就是解向量的极大无关组，对不对？而解向量极大无关组呢，咱们现在说换个名词了，是不是叫基础解析？90页啊，什么叫基础解析？a 它应当是奇数方程解，a 它要线性无关。啊，仅仅是解啊，仅仅无关还不够，还不能叫基础解析啊，因为基础解析啊，极端组里面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概念，对吧？咱们极大原来的昨天怎么复习的？是不是再加一个一定要相关，
啊，这是无关的。再把业绩加进来，一定要升官，这时候就要极大。而在方程组这儿呢，咱们经常把这句话改一改，啊，再加一个，一定要升官，咱们改一改，这是无关的。啊，再加一个要升官，是加进去的，是因为它表出，所以说把啊极大里面的加一个，一定要升官。啊，在方程组这儿经常改成什么呢？这个极方程组的任何一节是个 eta 表出。好，一个向量小组如果满足的这样三条，啊，这样的向量小组是不是称为极次方程组的基础解析？对吧？好，如果考大家证明题啊，要大家证明 eta 是基础解析。大家别忘掉，一定要怎么样？从三个地方把它讲清楚，解无关极大，是不是？从三个方面把它讲清楚。解怎么说呢？啊，解的话是不是就验证一下？啊，大家验证它等于零啊，是不是就说明 eta 应当是解了？然后呢，是不是要证无关？对不对啊？这就咱们前面啊无关复习的时候啊，可能会用到这儿，对不对？啊，做个无关的证明题，对不对？啊，解也行啊，无关也有了，最后是不是要说它是极大？啊，那极大啊，大家怎么证明呢？啊，大家别这么证啊，要这么证，可能就吃亏了。大家什么？用这个定理帮忙。啊，极次方程组一共有几个关在解啊？是不是 n 减 a 的值啊？对不对？所以你下面呢，你就来说明一下啊，我这道题里面这个 t 呀，啊，这个向量克数 t 呀，符合啊这定理的要求。啊，如果 t 符合这定理要求，就说明啊，它就是极大啊，那么答案就是基础解析。啊，所以怎么证明啊？我想啊，大概的路子是不是呢？是这样的路子，好吗？给大家这么提醒一下。啊，再说一下这儿的基本功，咱们怎么求基础解析？啊，第一步是加减消圆，先把它画成阶梯形。啊，画成阶梯形之后，啊，大家再怎么做？是把阶梯形变成行最简，对不对？要变成行最简，主原则是一啊，主原则是一啊。现在是吧？第二行用二分之一乘一下，第三行呢，是不是用五分之一乘？是把主原要把它变成一，啊，下一步呢，是把主原所在的列其他元素都变成零，这变成零啊，是不是负的按二分之三倍下呢？把这消除零，对不对？二分之三倍下来啊，负四倍上去，把这消除零，负四倍上去，把这消除零，对不对？啊，这消除零之后，是不是要来处理这个组元？是不是负一倍上去，对不对？好，大家一做，是不是把啊行阶梯啊变成了行最简？变成行最简之后啊，我建议大家多写俩字儿啊，n 减 a 的值。啊，n 是5，质是3，n 减 a 的质等于2，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奇数方程组是不是要求出两个无关的解？啊，要求出两个无关的解，所以咱是不是把框架打好？啊，是不是应当是两个无关的解，对不对？啊，因为咱们现在是不是化成了行最简啊？啊，所以大家看组元呢，是不是 x1、x2 是不是 x4？啊，一二四是组元啊，所以三和五是不是就自由变量，对不对？所以大家下面啊，是不是就是 x3、x5
X3、X5 是不是用1001的方法赋值，对不对？啊，大家赋了值以后，大家想，啊，下面呢，是不是就由第一个方程是不是开始求 X1？啊，那么现在 x 五是不是等于零了呀？啊，所以大家这儿啊是把零给带上去了，啊，大家这儿把零带上去，这是不是叫 x 一？啊，这时候把一带进去啊，是吧？x 一是不是减去2/3，是不是要等于零啊？啊，x 三，x 一求出来是不是2/3？对不对？好，大家 x 求好以后，下面是不是该求 x 二，求这个组元了？那求这组元的话，是不是又是 x3 等于一带进去，x5 等于零带进去，对不对？啊，大家这把零带进去，对不对？这把零带进去，那么 x2 求出来呢，是不是负2/1？对不对？好，下面呢，是不是该求 x4 了？啊，求 x4，这是把零带进去的，x4 要等于零。啊，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把第一个解是不是就求好了？好，大家注意一下，咱们原来讲过啊，我不知道大家忘没忘？这个一是谁啊？是 x3，二分之三是不是这个相反数？啊，负二分之一是不是这个相反数？零是不是这儿的相反数？所以大家这个是 x3 啊，你就把 x3 的系数写成相反数，是不往空档里面填。好，然后呢？是不是得把第二节修出来啊？第二节我想咱们就直接说了，对不对？啊，现在啊，咱们是不是要把是吧这儿的相反数，大家把它给填进去，对不对？啊，是不是要把这儿的相反数啊，把这儿的相反数往里面一填啊？负的10/19啊，负的10/3，负的1/5啊，是不是就把基础解是不是就求出来了？对不对？啊，大家这个化成行最简啊，大家别忘了以后就直接写答案啊，这答案是不是就是相反数？对不对？但是我要跟大家打什么招呼啊？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你们习惯的做法，对吧？把它化成行最简，但是大家看见了吧？啊，这道题如果大家把它化成行最简没问题，但是呢？这儿的计算量是不是有点偏大了？是不是有点偏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以后解方程组的时候啊，我想这是要关键啊，化成行最简是最重要的啊。但是除了行最简之外，有些题大家可以适当的灵活一下，对不对？你比方说像这道题，对不对？化成行最简出分数，是不是出分数？对不对？而这道题呢，这有个一啊，啊，这有个一啊，所以大家能不能想到我抓，啊，抓1、3、5列呀，对不对？啊，我现在负三倍上去，把这变成零，啊，加上去把它变成零，我把这变成零，我把这变成零。啊，就刚刚的这个方程组啊，大家看，我把这个三把它变成零，把这个负一把它变成零，我是不是把它先加上去加上去，加上去，对不对？然后呢，是不是再负三倍上去，对不对？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矩阵不是行最简，但是大家看好了，有。单倍矩阵，有单倍矩阵，所以大家可以照样的照猫画虎直接写答案，有的单倍矩阵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现在呢，是不二和四是自由变量，所以大家写的时候，是不1001，二和四啊，这个一呢，是不是讲的是 x 二啊，三。2、0，对不对？三二零相反数，负三负二零，
对不对？而这个一呢，是个 x 四啊，十四三补相反作，十四三负五啊，但是把基础解析就求出来了啊，这个答案和咱们刚刚这个答案这俩答案不一样，对不对？啊，尤其是第二个，对吧？啊，这个跟它不一样，这个呢，起码有个倍数关系，啊，但是这俩全是对的，啊，这俩全是对的，所以大家啊，要是这么做，是不是计算量会稍微的小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啊，我想，这两个方法呢，就给的这个参考意见吧，对不对？啊，同学习惯的是不是这个？啊，就说大家如果不放心，你就这么做，啊，你就这么做，对吧？就老老实实把它划成行最简，对不对啊？这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啊，大家只要能做出单位矩阵啊，那么照样的也可以直接写答案，啊，也照样可以写答案，好吗？我想这是一个啊，要跟大家说的，啊，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叫大家不要把两个质搞混了，啊，一个是 A 的质。一个是解的质，啊，咱们总有同学啊，这俩质搞得晕晕乎乎啊，就做几题来啊就不顺畅了，对不对？大家看，这个矩阵的质是不是等于三？啊，矩阵的质是等于三的，对不对？但是解项上的质呢，是不是等于二？啊，这个代表的是解项量的质。解向量里有几个无关的？是不是有两个无关的？啊，一个是 A 的质，一个是解的质。啊，大家这俩质啊，别给搞混。啊，总有同学啊，把这俩质给搞混了，就自己有的做着就乱了套了，对不对？啊，A 的质是等于三，解的质呢是个 n 减去三，啊，这道题基本上等于二。对吧？好，我想，这个基本功啊，基本常识又给大家叨唠了一遍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基本功，啊，一定要重视这个基本功。好，92页，好，大家来看一下早年的这道考题。A 是 n 阶矩阵，啊，它的伴随矩阵不是零矩阵。可 C 呢，是方程组不同的解，啊，四个选项。什么叫基础解析不存在？啊，基础解析是不是就齐次方程组解向量的极大无关组？啊，齐次方程组什么情况下解向量没有极大无关组？是不是只有零解啊？只有零解，是不是没有极大无关组了？对不对？啊，
基础节气里面一个节、两个节、三个节，大家看这道考题是不是考我让大家背的这个定理啊？是不是考大家这个公式？对不对？啊，七次方程组基础解析里面有几个解向量？是不是 n 减 a 的值？对不对？啊，n 减 a 的值如果等于一，是不是就选 b？n 减 a 的值要等于二，是不是就选 c？啊，n 减 a 的值要等于三啊，是不是就要选 d？对不对？所以这道题啊，问大家基础解析里面究竟有几个解向量？其实是把大家求矩阵 A 的值啊，你把矩阵 A 的值求出来，是不是有这道题的最后的答案？好，大家看好了，这是我前面跟大家打招呼的啊，这道题就是一个求值的问题，是不是俩条件？伴随矩阵，不是邻矩阵。可 C 是不同的解，所以说用这俩条件啊，把 A 的值讲清楚，是吧？一个讲小，一个讲大，最后得到一个等于啊。所以这道题啊，表面上是方程组解，其实就让大家求矩阵 A 的值啊。我想我现在这道题是先讲个啰嗦的啊，不好的方法啊，主要是要帮大家梳理这儿的思路。大家看，这个次条件怎么和 A 的值挂钩？所以大家马上在想啊，什么叫伴随矩阵啊？啊，大家伴随矩阵是不是这么定义的？伴随矩阵不是邻矩阵，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这里面一定有大 i 借不得邻？啊，是大一不得邻还是大一二不得邻？无所谓吧？啊，是不是一定有大 i 借不得邻？对不对？啊，既然有大 i 借不得邻，大家马上得问自己啊，啊，什么叫大 i 借啊？啊，大 i 借是不是就是 n 减一阶的行列式啊？是个 n 减一阶的行列式，对不对？啊，咱们前面跟大家打招呼的，对不对？啊，见到行列式是不是跟值挂钩，对不对？有二阶行列式不为零，a 的值是不是大于等于二？啊，有三阶行列式不为零，a 的值是不是大于等于三？而这道考题呢，是不是有 n 减一阶的？啊，有 n 减一阶的行列式不为零，所以 a 的值是不是大于等于减一？啊，大家要会这种思路啊，抓行列式，行列式不得零，是不是讲出一个答案来？好，这个条件讲的大，所以这个条件是不是一定讲小？啊，那么这个条件咱们怎么讲小呢？可 C 是方程组啊，不同的解呀，啊，大家怎么用这个条件来讲小呢？啊，可 C1 是方程组的解，可 C2 是方程组的解。啊，大家想想方程组解的性质，你把它俩一减呢，对不对？啊，那么可 C 一减可 C 二呢，是变成了七次方的解吧？啊，可 C 是不相同的呀，七次方是不是有非零解？啊，所以大家由这个条件，啊，大家由这个条件看见了什么？是不是看见了七次方程组是不是有非零解？啊，七次方程有非零解，a 的值呢，是不是小于？好，一个是大，一个是小，一整合，a 的值是 n 减一，啊，a 的值是 n 减一，啊，n 减去 a 的值呢，是不是等于一呀？啊，
这是不是咱们好多同学说的啊？这道考题的选项基本上是 B 选项，对不对？啊，我想把这道题这么讲不太好啊，这么讲有点啰嗦了啊。但是我再提醒大家什么呢？大家以后啊，在质的问题上，大家不要忘掉要会抓行业式啊，抓住行业式不得灵，是不是有点大啊？通过方程组的解呢？是不是有的小？啊，行列式讲那个大，方程组的解讲那个小，是不是最后才有等于？对不对？啊，我现在提醒大家的是这种思路啊，这道题这么做不太好，对不对？啊，这道题啊，咱们怎么做比较好呢？用这个公式帮忙。啊，大家用这个公式帮忙啊，就比咱们刚刚的那个折腾啊要轻松很多了。伴随矩阵不是邻矩阵啊，所以伴随的值呢，是吧？大于等于一啊，啊，所以伴随矩阵不是邻矩阵啊，伴随的值要大于等于一，所以伴随的值不能等于零吧？这条路是不是给堵死了？好。其次，方程组啊，或者说方程组啊，解不唯一啊，方程解不唯一，所以 a 的值呢，是不是要小于 n 啊？啊，等于 n 是不是代表是唯一解啊？对不对啊？克拉克法则呀，对不对啊？现在方程组解不唯一啊，啊，a 的值是不是要小于 n 啊？两边一加 b 呢，啊，a 矩阵的值是不是一定是 n 减一啊？啊，这道考题大家这么做。是不是比刚刚的做法要好得多？对不对？啊，我再说句闲话啊，这道这么讲这么做讲完了啊，啊，用这个公式对吧？啊，这么做是我想这道题里面最好的方法，对不对？啊，顺便说句闲话，对吧？啊，就大家做一道题的时候啊，一定要问自己，对吧？这道题给了什么条件？这些条件我用在哪儿了？对不对？如果大家一道题做完了，啊，有些条件没用，你就愣把这道题做完了，啊，我想是不是就两个可能？一个，你做错了；另外一个，是不是题出错了？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平时复习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当你把这道题做完之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回味一下，这个条件我用在哪儿了，那个条件我用在哪儿了啊？你如果再回味一下这道题到底是怎么做的，我想对你今后啊思路啊能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对不对？啊，注意啊，这道题这个条件我是怎么用的啊？注意这些地方。而现在这道题，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咱们刚刚把这道题做完了，有个地方没用，可是三，可是四，对不对？啊，这道题做完了，可是三，可是四没用，是不是已经做完了？对不对？而这道题呢，其实啊，就是命题老师啊给咱们有些同学设的一个套，对不对？啊，就大家呢啊不能犯错误。对不对？啊，就当年有不少同学选的这个，啊，选这个的同学只能瞎猜，是被这儿给骗了，啊，可是二减可是一，可是三减可是一，可是四减可是一，是不是认为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三个无关的解？啊，可是二减可是一，可是三减可是一。可是时间，可是确确实实说都是它的解，但是呢，这些解是相关的，对不对？因为咱们从质的角度可以看见啊，质的话说明呢，是不是只能有一个无关的解，对不对？啊，这道题是个骗局，对不对？啊，这个地方是个骗局，对不对？一般来说啊，大家这道题做完了，条件应当用得干干净净，是吧？不能说有的条件没用。啊，所以我想，刚刚我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啊，大家注意一下，好吗？
好，这道题大家暂时看我这儿，讲义的95页是吧？大家暂时看我这儿，解七次方程组，带有参数小 a，大家要解方程组啊，大家暂时看我这儿啊，暂时看我这儿，对不对？是不是要加减消减？这道题，大家怎么样啊？加减消减，大家如果把每个方程都加到第一个方程，都加上去，一加二加 n 加小 a，是吧？一加二加 n 加小 a，那么第一个方程就都变成了一加二加 n 加小 a，对不对？好，那么下面怎么做呢？一加二加 n 加小 a 会不会得零啊？当年这道考题有很多同学都是把每个方程加到第一方程结果呢丢掉的一个重要的根就一加二加 n 加小 a 这个时候的方程的解，对不对？所以这道题大家这么消元有点不太好，对不对？刚刚我看已经好几位同学讲到了，这是考大家什么？是考大家爪形。第一行都一样吧？第二行都一样吧？第三行都一样吧？这是不是就是爪形？这个爪形的话有两种一种大家按照行来看，一种呢按照列来看，这道题呢是让大家按照行来看，第一行都一样，第二行都一样，所以大家这道题怎么消元？不是大家习惯的阶梯型消元，阶梯型消元这道题讨论起来非常的麻烦。而是大姐们用爪形消元，就是第一个行的负二倍下来，把这儿的二都给消没了，这儿留下小 a，这儿是不是出现个新的负二 a，对不对？95页这在95页。大家把第一行的负二倍、第一行的负三倍、负四倍分别加到下面每一行，对不对？是不是变成了这样一个爪形？变成这爪形之后，下面呢分情况讨论。第一个，小 a 等于零，对不对？如果小 a 等于零，大家看第二个方程、第三方程。第四方程是不是都没了？是不是只剩下第一个方程了？第一个方程呢，小 a 等于零对不对？第一个方程就变成了它。那么作为这个方程组，它是不是立刻说答案？
对不对？啊，大家最好呢，多写俩字儿，啊，提醒自己，这决出几个解来，是不是决出 n 减一个无关的解，对不对？好，这是组元啊，所以 x2 到 xn 是不是就自由变量啊？二到 n 是自由变量，它是不是就用伊林的法则？对不对？它是不是用伊林的法则啊？给自由变量赋值。好，x2 对不对？如果大家看矩阵啊，啊，如果大家从矩阵的角度来看。那，但从矩阵角度来看，是不是这样看的？对不对？啊，这是组元啊，对不对？啊，二到 n 是不是就自由变量？所以大家用伊林方法，伊赋值，对不对？啊，这个呢是 x2 啊，x2 的系数是不是相反数？对不对？啊，这个啊，大家用相反数，是不是一下子就把技术解析把它求出来？啊，你把基础解析就是带上 k，是不是方程组的通解，对不对？好，大家这道题做到这儿呢，是不是只是这道题的一种可能性？啊，是不是含金量有小于不得零？啊，小于不得零啊，大家怎么处理爪形呢？是不是第二个方程用 a 分之一乘，第三个方程用 a 分之小于不得零啊，让小于当分母啊，再让爪形呢是不是变成了这样？啊，爪形是变成了这个结果，啊，变成这个结果，好，变成下三角，负一倍，负一倍，负一倍，是不是得到这个结果？好，都有非零解啊，对不对？所以质呢，是不是要小于 n？因此这儿是必须要得零，啊，只有这儿得零，是不是质才小于 n？所以大家下面要说明，就现在的小 a 是不是能负得它？啊，小 a 是能负得它。好，这儿得零了，啊，矩阵 a 的质呢，是不是 n 减一？啊，n 减去质呢，是不是等于一？好，大家看这个，不是恒最简，对不对？因为这组元不是一啊。但是，是不是我前面给大家打招呼的，是不是出现了单维矩阵了？啊，出现单倍矩阵了，大家呢是不是直接写答案了，对不对？啊，这是单倍矩阵啊，所以 x 一是不是就是自由变量？啊，x 一是自由变量，这 x 一呢是不是等于一？把 x 一的系数是不是相反数？那这样的话是把基础解析就求出来了，啊，基础解析求出来带上 k，是不是就通解？啊，我想这就是04年啊考过大家的一道题，这道题啊是不是要大家讨论参数，是不是考大家爪形消圆，对不对？然后大家怎么求基础解析的，大家看看每一个局部啊是怎么回事，对吧？好，这道题咱们就讲到这儿啊，今天咱们课就上到这儿啊，下次课应当是星期六了，对吧？星期六，接着帮大家往下复习，好吗？好，各位同学一定加油啊，一定把数学把它复习好，好吗？好。好好整理啊。把讲过的内容好好整理一下，对吧？好，再见啊，再见。礼拜六啊，礼拜六上午。